好，无动说跑步。我们看到马拉松赛场上，超级马拉松赛场上，好多的伙伴都穿着跑步裤。就有跑友问我，请问动哥，跑步裤里面穿内裤吗？答案，如果你穿的是压缩裤，那么建议不要穿内裤，是因为压缩裤的设计内部都已经考虑了防摩擦，如果你再穿了内裤，反倒会使摩擦增加，不舒服。第二，如果是普通的跑步裤，可穿可不穿。第三个建议，如果你参加的是超过42公里的马拉松赛事，在关键部位涂上防摩擦膏，例如凡士林，我最喜欢用的叫 Body Glide， 享受真空的感觉，你能跑得更好。欢迎关注微博无动说跑步，你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穿还是不穿。